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你也没有想要在超商收集什么东西，但是没有收集到的，有吗？水土？没有。像其实最近哦，我有一个马来西亚朋友，他都很喜欢那种买我们这边的超商的限定品。哦，对，他都会叫我们寄过去，叫我们寄过去给他，然后他在那边再转手，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喜欢。那个叫什么你知道？国外的比较香。国外的比较香，就是对马来西亚来说，台湾比较香。对。哦，超商限定来。娃娃机呢，其实就可以夹到一些超商限定的东西，而且还是很久以前的东西。那我觉得那可能是他台主个人自己的收藏。哎，这个里面全部都是超商的东西。他的锅子感觉实用。这 Hello Kitty 锅子我感觉就很不错啊。不锈钢餐具。不锈钢餐，卡拉赫他的那个不锈钢餐具。很多杯子什么的哎。啊，前面那小颗的也是。马克杯，前面那个好像是超商以前的吊饰还是什么的。哦。那还有剪刀哎，你看大的够剪刀。还有剪刀。我记得是很久以前的。哇，那我觉得我里面最喜欢就是这个 Hello Kitty 的这个。是哦，我喜欢剪刀那个。那我们就剪刀跟餐具各夹一个。因为它上面的夹送，它最少啦。还有 LINE 的贴图。他最少夹四重。这弄得出来吗？不用出来了。这好了，可以，可能它掉下去了。哎，这可以了。哦，这爪力蛮强的，其实。爪力超强，感觉要出了。应该随便打，随便吃吧。那我们先把前面这一团。直接往外打。随便试试看。哎，并没有。最初想要的就是那个造型剪刀。对啊，因为好像没看过哎，现在。那以前的东西真的都还蛮有诚意的。哎呦，二楼，完美的二楼是不是？我感觉它爪距有大，所以我们试着把它翻露出来，差一点点。出来了，我要看财神到。你不要看财神到，来一起看我们的剪刀。哦，剪刀，哎，打开来看一下。长怎样？哎、欸，是我要的，是我要的。哇，好可爱！干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哇，我看一下。你拿起来，拿起来，好好展示一下。不是，本体，剪刀不重要。剪刀放进去。哇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布丁狗的剪刀。我已经达成了。哇。我已经达成了。这个本体吗？其他的就算了。那我们继续再夹，因为我的目标那个还没出来。而且说不定可以顺便拼夹吧，这个还蛮可爱的，这个 line 你喜欢那个？蛮不错的，其实。真的、哦。所以如果夹，少见的。那夹那个小的一定要再出来几。啊，那娃娃蛮少见。小、哦，它其实小的比较反而没那么容易。搞不好后面那个拉出来就直接出来了。哇、哦。哎、欸，打不到。就是比较极限一点。愤怒鸟的那个啊。有啊。露错爪了，我要夹愤怒鸟。哎、欸，怎么这样子？不好露啊。怪怪。录了，好重，重啊，好重！哇，又录错了，啊，有了，我夹起来了，哦，不重了，不重了，这个方位更难录转了，哎，录了，有了，啊，刚回来，哇塞啊，哎，这个直直的插入。漂亮，验干得好，干得好验。夹住，夹住。那先把我的那个夹出来。有，捞出来。哦，这个应该要拉出来很多吧？那个卡住。被卡住了，所以我应该要先出前面。哇，嘿，有，出吧。越来越会入爪，已经有抓到感觉了。哎呦，它太重了那一个。糟糕，我差50块就把我夹了。喂，哎呀，来做吧，来做吧。哎呦，把夹了吧，好像应该是饱了。还没有洗，应该是饱。哎，还没啊。那可能他第一次不会，啊，走，爆了，逆一点点，无情出货，嗯，还有这个极限操作，完了，不，嘿，
哎，我现在都怪怪的，我觉得他这台机台已经有点怪怪的。真的，被玩坏的感觉。你看，玩过头了，玩坏。玩过头了。喂。哦，好重。对啊。加二。哈哈哈。加二。他想要加八，他说那个。对啊，完蛋了，刷赛，跟他一样的，刷赛了，我觉得他要坏掉了，我觉得他要粉碎了我的梦想，坏了，认真的，600块夹两个，哎，这白色，这怎么是蓝色的？都是蓝色，哦，原来还有其他的，这么多种，绿色的啦，哇，你好绿哦，嗯，好绿哦耶，你看上面有个 Hello Kitty 啊，哦，狐仙尾啊。哇，这是真的是铸铁锅，我想说怎么铸铁锅这么轻？这是绿绿的，不太好。它是竹纤维，好了，还不错了，我觉得还不错了，不错的，还可以用就不错。过去，还要加啥？加什么？啊，你的大阿狗，加出来一个。哎呦，那个无挡板哦，还有布丁，还有布丁。帮你处理一下大阿狗。收获。完了，这样讲。哎呦，一次出两个，一次出两个，就是想一次出两个，心非常的大。那你就试试看啊。哎呀，一次出两个。哦，看来美乐蒂可以了。啊，美乐蒂。还克鲁姆啊？对，克鲁姆。克鲁米放在里面呢。哎呀，我觉得美乐蒂很可爱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还要美乐蒂哦？没有，太贪心了，所以他看起来很简单，全都要。太贪心了。哎呀哎哎哎！你应该吸饱就可以。应该哦，那但是我们都贪心的。对，我们都是贪心的。除了做人要贪心才会失败。为什么要变失败？奇怪，不是你想要的吗？嘿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小心翼翼耶。日本机台。嘿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感觉真的可以直接夹在后面。我也觉得，不用理他。有了，根本就不用理他。美乐蒂，赶快跑！赶快跑！我们是贪心的人。啊，不要了！所以，连东西都不要拿。这台。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打这台？你说。因为感觉，我刚才打了，我刚才打100多。你看。对，感觉这个商品比较丰富，尤其是那只狗哥。哦，原来就是想要那只狗吗？哪一只狗哥？那底气也不错、啊。那那么里面，哎、欸，那有油条哎。好，目标就夹那个油条就结束了。好，油条。还有夹巴送。啊，出了。好作品就突然间就被。出了。抓脚胶。你妈妈。出了，他母猫先出一只啊，是啊，那杰尼鼠在这里，那不要，不要理他，离太远，他们在一起会吵架。出了，没问题。哦，啊，怎么这么紧？相当有机会了，有了，完蛋。还有，完了，那样也可以出，来了，哦，结束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他要油条啊，油条，什么油条？就是后面这个。天哪，他刚设的目标，不要指定啊。还是我们家赖贴图的那一只，还可以啊。你的遗憾弥补你刚刚的遗憾。哦，哎，三只一起，差点一起出货。刚是三只一起，这里油条不要了是不是？啊，不要了，没关系。突然就被燕爸抛弃，可以借光转舵。啊，不会吧？出货。我好紧，好紧，你中我好紧。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先讲。你好。哎，等一下哦，先回答你再讲。等一下。好紧，为什么超人穿的衣服要好紧？
什么好紧？超人穿的衣服为什么要很紧？他是救人要紧。对，救人要紧。不行啊，他的衣服是 S 号，完蛋了。已经很冷了，怎么办？推一下就出来了吧？不要了，一定要回去。你的遗憾，你的遗憾的。可以哦。还好有挡，真的。哟，可以了。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介绍那个超商台，他把自己私人的收藏拿出来，你刚刚没有看到。不过他因为台子坏掉，所以变得很亏钱，不然我们搞不好会赔回来。所以燕妈也收集很多超商的东西，哦，限定东西，没错，有。像以前还有什么熊 ，Hello Kitty 的那个杯子。磁铁粘在冰箱的那个，对，还有别针那个都还说不定之后出现迪士尼小公仔，对，说不定之后都有，然后哆啦 A 梦的笔呀，海贼王的笔呀，收藏者最爱。所以如果有想要收藏这些东西的，想要来碰个运气，因为不一定会有啊，看他到时候试出什么东西，想来碰个运气就来这边，地址放在下面说明栏，哦，自己来碰运气 ，OK 的，那就这样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